那他类似港漫那个游戏在介绍剧情啊，就是用漫画的风格的介绍剧情，我觉得这一点还不错，因为已经很少游戏这样子做了哈。好，那大家都以前都玩过这个，小时候都玩过 Flash 的这个那个小游戏《行雅魔晶》，老天叮叮叮叮叮。啊，不，比较不会念台语啊，不好意思。要不然哈，如果会讲台语啊，是这款游戏啊里面的剧情啊，我就用台语配，多有味道啊！有米菇吗？哎，这我不知道，还没有开始玩。然后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哈，这款游戏的作者是谁呢？就是小时候我们玩的《神隐无踪》，老天叮哎，我记得他是台艺大的多媒体系还是硕士，有点忘记了。我记得是台艺大的毕业制作，他做了一个 Flash 的《神隐无踪》老天叮的游戏。然后他的故事剧情好像有三章还是四章吧，但是那个时候只有做两章当他的毕业制作。以当时来讲，这个品 Flash 都做成 Flash 的这个小游戏做得非常的好哈、哦，可惜一直没有这个叫什么、啊，没有把后面的剧情补完。时至当年，时光飞逝，我们都老了。毛利叔叔、毛利小五郎叔叔都变毛利弟弟了啊！我们终于看见了廖天丁后面的故事剧情内容了，画面整个档次就不一样了。那这个当初的作者呢，是跟这个，这个工作室人，这个叫什么工作室，我忘记了，大家有兴趣去查，好、哦，反正一样是当时那个毕业制作那个《神隐无踪》廖丁丁的创始人，也有参与制作 ，OK， 我记得里面的制作名单应该有写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忘记了。哦，台科大有帮忙制作是不是？好，当初做那个 Flash 动画 Flash 游戏是林炳书先生哈，这一位，我记得他是台艺大的学生，没记错的话，这个新闻有写吗？台艺大多媒体动画艺术学系硕士班，对，没错，是硕士班，没错，这个非常强哈，OK。我欣赏他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些什么事情。如果你有看到我的频道，欢迎让我业配。好，就是这位先生，感谢他的努力不懈。那我们时隔17年了，终于玩到这款游戏的后面的剧情了。我玩的不是游戏，我玩的是回忆。哦。1895年，元清帝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，将台湾平和割予日本，从此台湾进入日人啊时代。台湾人不愿受外来异族的统治，就安尼展开各种抗争的。在这阵抗日志士内底，有一个来无影、去无踪的异贼，伊处置欺压百姓的官员，替人民出一口气。伊去抢，去拼这歹心毒行的好野人，救济社会上的艰苦人。伊是日本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台湾人的大英雄。伊的名声叹全台，伊的故事同人知。伊就是传奇人物廖天丁。这边的漫画分镜跟那个龙神的战棋游戏是类似的哈。那龙神这款游戏是什么呢？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我的频道的播放清单去找一下。龙神是港漫，然后志冠去把它做成游戏的哈。然后里面就没有配音了哈，那就我来配吧。但是因为我不会讲台语，所以我用国语配好不好？不太会讲了。我听得懂，但不太会讲，先说清楚。好，这个人是吴露天哈，然后这个地方是永乐厅，永乐厅是哪里啊？是万华吗？我乱讲的。伊的故事
波浪母鸡，我那念狗咬了。啊，他的故事无人不知，他就是传奇人物廖天丁。袂歹吼，安怎啊？这 Q 枪北，不行，不能念台语。怎么样？这个开场白不错吧？五个赞。欸，他有农事融合时事，五个赞。哎，陆天师，你说你认识廖天丁，是真的吗？哦，对啊，是真的啊。他以前啊，跑来城隍庙躲警察，都是我帮忙掩护的。哦，看起来真的是万华哦。哎，城隍庙是万华吗？哎，是哦。拜托，下次帮我介绍认识他。哎，这有什么问题啊？只不过怎么样？哎，只不过他很久没出现。不知还能不能遇见他？哎，真的是万华！哎，没想出现就滚！哎，你好，说王老板，王老板，他是乞丐，别问上他了吧？不管他是乞丐还是死尸，假赛。他占一格位就该付租金，这也是大道城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看。但是，卖垃圾了，走了。要饭的，该把租金算一算了吧。王老板，我真的没有钱。莫急。我注意你脖子上的铜牌很久咯。这铜牌根本不懂烂铁，不值钱啊。少废话，拿来。像这么大大。阿玲啊，不要惹麻烦啊。王文长，放开你的猪手，否则，我就安抓，否则廖天丁会来教训你了。老天丁，笑死我了！已经久无出现啦，出现啦！阿姆哥，早就死了啦！我不行，我真不会念台语，真的不行。我倒还希望他马上现身啊！好，让我报一箭之仇啊！哼，是啊，你想怎么报仇？我想一想，首先要打断他的腿，让他也尝尝瘸子的痛苦。不错不错，再来呢？再来就是，低头等。欸，怎么配音跟我想的不一样？王文长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声音，这正是当年在士林街哦，士林街打断他的腿，还抢了他金库的那个男人。老天叮叮叮叮，看来上次教训你还不够啊！哎，廖大，我。干什么？八个丫头，吵吵闹闹的。警察到了，通缉犯廖天丁在此，快捉住他！什么？是廖天丁？警察到了，交给你了。我先走了。快！你快向松本队长报告，发现廖天丁了。哎，嗨嗨，我跟你们是的。这是教学。哦，左键攻击哦，这个跑步速度蛮顺哦。好，左键攻击。
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天天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哎，小声点，不然点一下又来一堆警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林。赞哦。怎呢？阿林，你刚刚很勇敢，赞。这才是台湾人的 keep it。天天啊，你这阵子跑哪去啊？大家都很想你啊。说来话长，有空再跟你慢慢说吧。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去教训那个猪头厂，把大家的东西都拿回来。天天老大，那个王老板好像很怕你，你们以前认识吗？以前在士林街有交过手，没想到他也跑来大道城了。哦，这王老板哦，开了一间鼎新茶行，他有在影射谁吗？这个鼎新他有在影射谁吗？他制的茶很难喝啊，但他很会巴结日本人，结果日本都把永乐市场交给他管，他利用这点乱涨租金，压榨市场的人，这是可恶。阿林，你知道鼎新茶行在哪里吗？当然知道，我现在就带你去，走吧，天天老大。哎，等等，天天，先翻一下这本书再走。哦，教学关卡，书中世界，跳，我可以二段跳哎。哦，长按可以跳更高。哦，可以二段跳。我觉得宫崎骏怎么？哦，宫崎骏可以按 Z， 鸭子不放可以蹲下，可是不能蹲下走。闪避，哦，是这样啊。然后空中也可以使用闪避，哦，哦，这样子啊，哦 ，U 是蜘蛛锁。哦，我刚走没有？哦，要出现那个物体。哦，哇，好可怕！哦。没有齁，我不太丢掉。其实还不错，这个还蛮流畅的。Space 或是 Lift。OK,F, 挂包。哦，假挂包啦。挂包补血。存档啊，存档点哦。哦，存档点是喝茶，准备存档。OK， 还不错啦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可以把它弹回去，是不是？哇！那个男人可以用布把机枪的子弹弹回去，不是机枪啦，是子弹。太扯了啦！哎，好啦，要是忘记书的内容，可以再来找我，自己小心。天津多啊，对我走了。听话，鼎新茶行，哎，这个很尴尬，这个鼎新茶行，存档，哦，这样存档了是不是 ？OK， 哦，地图 OK， 好。那个万华像那个什么老街，对不对？这老街叫什么啊？忘记了。就是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像这种场景。我比较好奇，这个影片放在哔哩哔哩上面，到底可不可以啊？会不会被强迫下架？
应该是不会吧？游戏应该不会吧？啊，对，哎，梨化街吗？有一点像，应该是梨化街哦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彩蛋？砂糖。好、哦，找到。哎、欸，听听到啊，前面就是港厅了。点心厂就在那里，快跟我走吧。ちょっと待って，港厅。乞丐，给你钱都不，给你钱都不错了，还嫌我没钱给。这是洋楼的意思吗？到了，哦，海政大街呢？好，阿林，你先回去，再来就是我的事情了。对了，这底线长海里面很邪门，天地大，你千万要小心哦。嗯？怎么样邪门？我听朋友说，我能把在地下室养个猪头怪。比方这海盗很恐怖啊！哦，冷一冷的眼睛，喂喂，有这种事？那我更想进去参观的。那老大，你小心点，我先回去喽。再来就等天黑了，猪头厂，你给我等着。哦，这边没有配音，这边的手法跟那个龙神一模一样。讲聊天顶，搁再倒转来大稻埕。无疑哦，讲一个转来就拄到死对头王文忠。王文忠同款这么恶质，又搁伫咧欺压善良的百姓。天顶决定要来去顶心地行，替大家出一口气。啊，不过王文忠嘛不是软脚虾，早就为着今日的决斗设下天罗地网。到底天顶会面对什么款的挑战？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一回，王文忠金库抢案。差不多该行动了。しっかりしろ。今度こそ両店長を逮捕するぞ。はい。哼。バカ野郎。我只会讲这句话。胡子进步的嗓门还是一样大声啊。既然猪头厂找警察来做帮手，那就不能从这么硬闯了。嗯，让我想想啊，有了，从下水道进去好了。我记得下水道的维修口就在这前面，是我们的土币仔台语是什么？卡币仔是不是卡币仔吗？不是卡币仔，是那个吧？对不起，我念错了啊，随便啦、啊。可惜我没不会念台语，不然应该更多人看的，是不是该练一下了？哦，是他哦！啊，好痛啊！土币仔，土币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坐在地上？天丁啊，你可要大道城啊！刚有个怪人把我打一顿，还抢了我的钥匙。既然有这种事，我就想跟你借钥匙啊！啊，傻小！就是那个人，他抢走我的钥匙。好，
我去把你抢回来。拜托你啊，你要小心啊，那个功夫很强啊。追上怪人，好，哦吼！你那屋顶是可以那么轻易跳上去的吗？喂，你抢人家东西做什么？快把钥匙还来！哎，这叫西龙天，你是西夫？哼，神影门宗师曾国英。亏你还记得，师傅，你怎么来的？我要你待山上，你一直偷跑。师傅，山上太闷了啦。山上哪里闷了？是你电线太差。哼，这本你先拿去练一练。这本是啥小？刘以前第一部。龙天刘影拳乃神影门之基本功夫，强调招不过山，势不用脑，是一套以速战速决为核心的武功。刘影拳的第一步龙天将真气凝于脚尖，向上弹腿至头顶以上，收练者在施展此招时能顺势将身体向上飞升数尺之高。徐小豪内力一格 W 加、啊、W 跟右键哦 ，W 跟 K 上 K 对不对？上 K， 听着，下水道里还有三本秘籍，你去把他们都找出来练一练。这次招练熟之后，我再找你验收的。是。至于这下水道钥匙，自己上来拿吧。记得把那三本秘籍找出来。赶快上去拿钥匙吧。龙天，然后嘞？哦，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那是什么中二的招学招式的方式啊？哦，我要飞越天际啊！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看，你看，跟我跳上来，你看，你看。还不错，这个细节都有做到。终于拿到钥匙了，赶快回去找土币找开门。土币，钥匙拿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多谢天帝大，我马上帮你开门。门开好了。对了，最近很多浮浪子在下水道出没，你下水道小心点。瓜仔啊，我会留意的。瓜仔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浮浪者是什么？啊，侯林，侯林，哦，你们看到我的滑鼠吗？看得到哦。下水道为什么会有警察？蜘蛛锁。你的甩棍是我的、啊，这什么、啊？他可以拿人家刀武器当自己的攻击招式。怎么？我觉得这点还不错。龙天，哦，他会被刺到、啊。挂包，假挂包哦，这什么？啊，按错了，我刚刚吃到挂包了。
还好啦，这不会很难。我这么鲁钝，我手那么拙都会了。哦呦，这是要怎么下去啊？啊，右边是什么？打不掉。再见。我觉得这边有东西。哎，真的有，还真的可以过来。他跳不上去啊。不行，这跳不上去。这照有隐藏的东西，可是没东西跳啊。下海毒草，为什么在这边那么毒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打不掉 ，OK。哇，秘籍！留影拳第二步，踢鱼死。这样用台语念对不对？踏猴戏，踏猴戏，刘宇轩第二步踏猴戏，以灵烈脚劲配合身法，无需起跑便能向前飞跃侧踢，使敌人措手不及而难以防御。神隐老祖曾什么？这什么？神隐老祖曾切字小便，是习武奇才，不但熟练汉人拳法，更深入台湾高山部落。与原住民学习山林中奔跑飞跃的身法，最后研发出留影拳以及其他神隐们的武术。按 D 跟 K 往前。很单纯的按法。战猴戏，战猴啊！按错。战猴戏。这个一定要用下水道，是不是？然后嘞？我门都打开，是不是？我要怎么跳过去？这样子吗？战猴戏，这边有一个武术啊，或是什么错筋拔骨状态，可以尺二秋离，秋离就是小刀啦，对吗？我记得是这样。地图哦，港町跟永乐町。收集品，是什么？1895年前来接收台湾的日军至台北城门口，当时台湾随着大总统的逃亡而溃散，登陆线路混乱，强盗四起。此时台北城虽已无人防守，但也因为城门深锁无法进入。一位在城门旁经营的杂货店妇人陈法，见此情状，又鉴于城内的强盗四起乱象，决定去寻找壁谱跟主机从城墙上放下，以协助日军攀墙进城。日军为了感谢陈法的协助，颁奖金与奖状给陈法。这刚才我偷到的那个东西吗？密件，对，台湾文化志。感谢黑哥的150块，谢谢。谢谢你，嗨，千幻，谢谢。棒棒多打狗。没了。哎呦。飞那么远。我丢，去死！
他在丢什么？丢石头是不是？你这王八蛋，拿石头丢我！那丢石头还丢钱啊？什么东西？我拿到这个日治时代的糖果盒。还不错，箭牌口香糖，箭牌口香糖股份有限公司，1891年在美国芝加哥创立，很快被成为口香糖的主要品牌。1916年，箭牌口香糖登陆日本，同年日商新高治国亦将其引进台湾市场。1916年，赞哪、啊？这个是小时候大家的回忆，打 boss 吧。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，这个好强！我丢！我救啊呀！哎呀！这算是个小 boss 吗？加10%瘦身时恢复，好看一下。其实这些都可以看一下。弹珠汽水，大家最爱的弹珠汽水，小时候必喝，像干妈店都会卖这个弹珠汽水。台湾最早的弹珠汽水来自于宜兰苏澳冷泉，日治时期，日人竹中信景发现苏澳当地泉水清甜甘美，于是在1897年于苏澳设置工厂。以当地泉水生产弹珠汽水，其产品曾获日本全国博览会银伞奖。只剩青剑口香，我记得飞来还有不是吗？第二本，刘颖泉第三部，庄宇飞，那台语要怎么念啊？炸猴，怕猴，怕猴，威。好，算了，还是念国语好了。刘颖泉第三部，庄是吗？念庄吗？庄宇飞。尊敏，庄敏，这是怎么念啊？聪明哦，聪明，聪宇飞。嗨 ，Love 520，聪宇飞。刘颖泉第三部《聪宇飞》有声音老祖曾切字哦，曾哦曾哦曾切字啊，这是名字。曾切字创之独门呼吸法，战猴飞，惊猴飞，惊猴飞。哦，还有呼吸法，《鬼面之刃》都拿来用了。将全身内劲凝聚于拳风，再一口气发出，被击中的敌人不止后退后步履，甚至能腾空飞起。某次陈切在山中修行，遇到黑熊袭击，陈切不慌不忙，以拳头惊冲击晕黑熊，以拳头冲击晕黑熊。金猴好，并那黑熊腾空飞起数丈之远，就是那个隔山打牛的意思吗？按 K 就好了。好帅哦，很像那个寸劲，有没有？我抢你的枪！
哇！哎，这套好帅哦，我喜欢。好，这个是未数、未知数、未脑数之广告海报。Go！ 不行啊，我不会念台语啦，我只会念很简单的那种。哎，那个会台语的人不要骂我，我真的不会讲。听音还是听得懂的，但不会讲。找到一个收集品了，高粱酒酒标，台湾总督府专卖局酒标，掌管持有量加二。第三本，战地。战地应该是这样，刘颖泉第四部战地，刘颖泉第四部战地，将真气凝聚于后脚跟，如巨斧般劈向大地，如除了能对敌人造成重击之外，更能击碎阻挡通道的障碍物。由于臣妾行事低调，亦无对外招收徒弟。其武艺只有曾家子弟代代相传，因此对于刘颖泉及神影们的一切，在江湖上鲜少有人知晓。还是那个冲羽泉比较帅。哎，我怎么用？我刚没看仔细。朝日樟脑，1900年代专卖局樟脑商品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台北市昌，以台湾高山上的松叶排列出台湾北部之都的北字。此徽章于大正五年1916年由台北厅举办的台北市昌募集活动中经评选而产生，作者为高木义信。高木义信有什么东西呢？好，打 boss， 好，打敌人。哦，去死去死！我哪来呀？我哪来呀？好，结束。好，拿宝物的。OK， 这个是什么？独虎票，以前的那个钞票吧。1895年，台湾民主国所发行的邮票，由在安平海关工作的麦嘉林提议设计，以民主国国旗黄虎为图案。邮票上的图案是一只老虎，上方的台湾民主国五字，左边为斯坦币吗？还是什么金？是英文 stamp 是吗 ？stamp 的直译音。哦 ，stamp。右边为邮票的面值，分为30钱、50钱跟100钱。OK。看来就是这里了。
还有彩，小曹的标签都换掉了吗？哎，老板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喝到假茶的人都会生病哎。我出去钱进来，我们茶行发大财，我就要发大财就好啊，管这么多。嘿嘿嘿，哇，这个梗 ，OK。我实在看了无点呢，低头等啊。原来不止滥收租金，还卖假茶，我真的太小看你了。低头顶，廖天顶，你今仔日是自投罗网啊？啊？哈哈哈，这什么70年代的？这什么70年代的决斗场面啊？龙威戏，龙威戏，不能躲后面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哎呦！这打得掉吗？可以耶，别人都打得掉。福寿高。战斗中看一下福寿膏，附三文物找的私藏品。OK， 这看起来就是要战斗中也要偷他东西才可以。这不能打。刚投到什么？那是掉鸦片吗？福寿膏，哎，福寿膏是鸦片哦，福烟。老天顶！六天钉倒转身子，一记反踢，将袭来的金球击向黄金雕像。金球击中雕像的胸口，强大的撞击力引爆后方的火药，金库瞬间瞬成火海，鼎新茶行也即将倒塌。买台瓦。嗨，你这家敌工冲啥？可怜呐、啊！倒是你想从乡民身上抢走的东西，我都要带走了。乡民，阿才，快带着你老板逃命吧！这也快倒了，以后好自为之吧。猪头长。牛逼！正当阿才要开门时，门却先一步被推开了，一道黑影伫立在门口。是你？无龙用的卡小。The end。可怜啊可怜啊真可怜。感谢创游游戏股份有限公司。
好，感谢这个台大的多媒体硕士组，要不然我们不会玩到这么优质的游戏。Coming soon， 2021年10月吧，我记得是10月。好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《廖天丁：西带凶贼的时代》。其实整体来说还不错，下水道迷宫虽然有点长，但是还算 OK。比较不过我觉得可以多那个地图啦，在下水道有地图可以让我们看，会比较放心一点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开头很漂亮，就是这铅笔盒，小学哈一定要弄这个变形金刚的铅笔盒，你带到学校才潮啊啊！这个铅笔盒除了可以削铅笔，还可以用火箭发射。多赞啊，还有金金芦笋枝啊飘。好，然后这边还有 Discord 的样子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我是没有加了。然后跟以前的古老的收音机，现在的小朋友应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吧，这个收音机有时候好像破音哦。然后以前都喜欢玩啊飘，就是跟同学那边打来打去的。好，那廖天丁就到这边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廖天丁的体验的游戏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去 Steam 上面下载游玩，好像只到6月23号，所以大家要玩可以赶快去玩啦。好，就这样子啊，感谢各位。